的球队是曼联对阵马德里竞技。我是王涛，另一个声音大家也非常的熟悉，那就是苗坤。嗯，谢谢王涛老师，你的声音我相信大家更加熟悉，我很期待今天的比赛。将球扑中，惊人的反应速度，门将的神勇扑救。实话实说，面对这种级别的门将，射门必须要更刁钻一些才行。防守队员把球破坏掉了，卢克肖把球转移到了边路，球无人控制，争夺还在继续。卡拉斯科位置非常好，断球成功。萨维奇、克雷亚，一面是严密的防守，一面是毫无穿透力的传球。哎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拉什福德 ，C 罗，球传过去了，要果断。他解围成功。球出界了，又是个界外球。拉什福德